2017年国际中华小姐竞选在云顶举行，经过多个环节比拼之后，原本一直占主场之利的五号林宣如领先，谈吐口才都不错的她，除了每次出场都有观众力撑欢呼之外，凭着笑容甜美和广东话不错，已经攞晒头彩。可惜到最后才艺表演的时候，被11号的余思婷难逃劫劫。而香港的代表3号冯盈盈亦都有不错的状态，不过身材平平就有些输蚀了。在泳装环节，一众佳丽着上三点式泳装出场，进行十强的淘汰，剩下的佳丽分别会接受由司仪曾志伟、阮兆祥、陈贝儿和陈子清的提问。经过一轮唇枪舌剑之后，我这里就有赛果了，最后是由纽约的11号余思婷爆冷拿到冠军。虽然她之前被指有疑似整容鼻，但是在才艺表演环节，凭着技惊四座的滚轴溜冰表演获得不少分数，最后赢了个冠军。而由头带到落尾的吉隆坡林宣宇，虽然有主场之利，但最后都大热倒灶，未能得到冠军，只有屈居亚军，全场哗然，相当失望。香港的代表三号冯盈盈全晚表现尚可，最终夺得季军，友谊小姐就由约翰内斯堡的李红津夺得。